小小补偿。再往北走，就是三白城了，流放的地方。都是苦命的人呐，我们也是被逼的，没办法了，爹娘四个走，要不然谁愿意干这伤天害理的活计呢？这是疮吗？ 这是蛤蟆干做的药膏，涂了就能好。你拿着，那疮不治会烂人的。还不谢谢人家？谢谢。请拿来，娘子。 把这个棋挂在车头上，从这儿到三白城这一路上，不会再有人为难你们了。多谢。我牛大师敬佩娘子为人，若不是在这落草为寇，我定要与你结成异姓兄妹。牛大哥，若不做盗匪，兄弟们能可否做一个糊口的绳结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且慢慢想一想，回城我们还要经过这里。 若到时候兄弟们愿意和我一同南归，我们一起做点正经营生，世道艰难，更应该互相扶持。<笑>好，我就在这等着你们，等你们回到寨子里，我杀胡杨喝好酒。前路还长，快走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 明日就能到三白城了。你祖父巡查过北营，真的吗？你想见他吗？你想让我见他吗？我另有事要去衙门，今日我们就分开吧。返程是我载着接你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你们团聚嘛，本就是开心的事情。老太爷要是见你把我带过来，只怕是要气出个好歹来。 小小补偿。希望以后无论去哪儿，我们都不愿再分开了。芍药，我要出去几天，这几天你就乖乖的跟着你花姐姐，好不好？